波那个。这蘑菇超可爱的。奉劝大家还是买 Express 吧。我会很生气，我会跟刚刚那个女生一样生气，真的。哇，你们看书上买了什么？大家推荐这时间来，大概。我们以为我们上来已经算可以吃了。什么鬼啊？我们迷路了哈！怎么吃一个晚餐吃的那么艰难？100%下雨，我们就打退堂鼓。有东西要送给大家哟！早安，大家！哇，我眼睛都开不了了。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有字。我们现在在日本的环球影城。其实说要来，我们就来了，太开心了。因为呢，其实就是打着接着，我想说啊，生日没去完，然后又好想要来这里很久了，然后我们就来了。大家看一下我的穿搭，萝莉穿搭。这不是萝莉，不要再。转过来，转过来，你看后面还有一个同款包包。哎，我的袜子没有拉好。满满的人呢、啊，我们现在要进去喽。我们现在要去买头套喽。玛丽欧嘞，这太少女了。不要不要。掌声鼓励鼓励。哎，可爱。但是好像有点太热了这个。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可爱的。这太正常了，宝贝。可是红色的也好好看。正常的好看，怎么办啊？我都想要狗狗哎！我找到了，哎，这好看嘞！我找到了，这是 Snoopy 啊，这是 Snoopy 吗？ Snoopy 啊，黑白色啊，可是它好高哦。对，不好看，版型不好看。太难买了吧？哦，夏天哥。如果你们呢想要来，可以提前下载 Universal Studio Japan 的那个 app， 然后你可以看它里面有很多地图、食物啊那些都可以看到，所以你可以提前去 research， 哎，你想要吃什么食物啊这样子的。而且它很厉害的哦，你看你知道你自己走到哪里啊，所以你不会迷路。我们走来了一间没有很多人的地方，这边是吃披萨，我看到好像有一些小吃可以。Okay, this one. I want this. 一人点一个啊，好啊。当。他觉得得奖，他觉得好好吃啊！我们吃饱了，我们第一站就来米面趴。上次我们就来过呀、啊，这个地方我还记得。然后呢，我们买的票都是快速的，对，都是钱。对，因为我们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排队，我觉得人的时间太重要了，我们还要做好多好多事情。好，我们第一站就来玩 Mini， 好好看哦，这里。好看。巴格鲁。算了，我们走了 Express。佩佩讲同意了，帅哥。很久没看那么帅了，是不是？很帅哥，有吗？那一见就扔扔扔，大家帮我鉴定一下好不好？真的很，因为韩国男生真的一看就是老嫩的，他讲韩文。哦，哇，我们也太爽了吧！哎，完全没冷，真的要冷。你看，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贵，因为常勇一直说要买，对，多少？这个发售价格是票价的4倍。说如果知道有4倍5倍，我说我不玩。真假的，这个人先斩后奏。他只问我们要不要玩，他没跟我们说多少钱。每次先斩后奏，超过我们。价格吓到吗？吓到，门票4、5倍很夸张的。4、5倍，四倍。会有多少人？真的超多人啊！你看，讲日文好奇怪。我们进去了，哇。Thank you.
个，我们不是玩过了吗？可以不用玩了。不要玩了，不要我们这。我可以不用玩了。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所以知道吗？这个就算我有墨镜，我也拍不了，因为这个很快。选到他的梦中情帽，那帽子一定不给他中，我没看见。那只猪买了鬼灭的周边食物，然后它上面的珍珠真的太甜了。No， 人生摄影师上线。哇！好看到有过山车。我们从来不来这里，因为佩玉，所以我们进来了。哇哇，你看，跟你很合适。佩佩，你的东西就掉完了都，给他帮你弄一下。我们进来 Harry Potter 啦。知道我没看过哈利波特，叫我去。我也只看过第一集。我知道那个火车撞过去会飞走。对对。然后就不知道了，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们已经来过一次，这里很好玩，蛮漂亮的，所以还要再来，还是好漂亮。很震撼，好佩。我们现在要买饮料，然后看到有一个之前本来就有点想买的啤酒，它是泡沫的，对不对？对，泡沫啤酒。我要拿住这一次，吓我一跳。哎，我躲在别人的伞下。你厉害了，苏珊。天哪，默契来了。他其实知道你在哪里，是吗？他女朋友。好，他女朋友。怎么这样？你没了。他刚刚原本想卖身，他女朋友一来，你看你光有做出来吗？对，马上。推荐给各位，如果你们出国，风扇，来乐园，还有这个。Gatsby 家的湿纸巾超凉，我放在我胸口前了，凉死了。我点了29 ，Yes， 感觉很爽，是冰山哎，对啊，我们取酒处。Shake it，OK， 要 shake it， 要搅的，对，各位好好喝。我们买的这个是什么 ？Frozen。上面有点像 cream， vanilla cream， 有点像太彩虹每次喝的。我们进来了 ，OK， 这个感觉要等很久。哇，很暗，我们这个节目哪里没被装没事？我们刚刚玩那个哈利波特，因为故障，我们玩了两次，超爽，漂亮。啊，千载难逢一的机会啊！他们也在故障。我们还在里面，就是只是没荧幕而已，但是他们在停在路边。超惨，你们看，自己看有多好笑。哎，你们在那边笑，你们真是光明正大笑哎！拜拜，拜拜。看我们热情的外国人。c h a t e m a 你很夸张。c h a t e m a 挡住我镜头。好，对不起。3, 2, 1。来，蔡长勇想要吃的这个草帽餐厅，不是很多人啊。不过 OK 啦，感觉很快就到了，要先找座位。为什么这会有恐龙？他这不是还没有装修好啦？没有，他暂时吧。哦，想坐里面好热。蔡长勇点了一个，这应该是鱼排 burger， 然后还有他点了一个哇，很好看的一个猪肉饼。看，很像牛饼啊，看起来不像猪。这个肉不简单，一看就知道是牛，不是假假的吧？爷爷，我买了这个卤肺，这个卤肺餐哦，是牛肉来的，假假的吧你？没有，我是买的草帽。爸爸，你看它，爸爸假假的。欢迎无沙，我没有吃。蔡长勇又买爆，买了一个露比的杯子，它就是杯子水壶收集的。我还点了一个 blueberry chocolate cake。こんな可愛い近くに来たらナンプルって優しくナンプルは音にもあるよな等一下你等他来好可怕吧さあでは最後にもう一つ在你后面皆さんにお見せしたいものがあるんで是人类在里面吗你们两个比个大爱心你们两个比大爱心你们两个比大爱心哎，他怎么走掉了？哎，不好意思，他不理你们。可恶！哎，他要理你们吗？他经过了，他经过了。
子哦，他好无情。他那边比较漂亮，好可爱啊，他挑地方。哇，配追星成功。等一下三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去 Mario， 然后在 before Mario 的时候我们要先买到头套，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好看。好可怕，最后打算买这个，因为我找不到我自己喜欢的，因为这个最好看。好烦哦，这很大个耶。好吧，那就买这个。我觉得我的发胶快要没有了，它开始被风吹会动了。我如果戴了这个帽子，就回不去了。我们现在呢要去 Mario Team， 这个真的很方便。看今天天气超好，那蓝天超漂亮，超好拍东西的。讲话，猪猪热热，不是，你这样玩玩玩。没有啊，这个角色声音是很吵的。这样，哪里？我们现在距离进场呢还有15分钟，我们现在先到外面，就是集合排队，一进去就要开始冲刺，好多人啊，搬进来了，好可爱，好开心，好可怕啊！哎，开始了，开始了，跳，那蘑菇。这边就是它的入口啦，哇，水管隧道。我们进入的是可以拿 bonus 的地方，每次都在这里拿 bonus。奉劝大家还是买 Express 吧。怎么了？还是脱光的威力来了。是，我没有不要买啊，我很想啊，我现在脚超酸了，我现在脚。都好，我们真的老了。我们呢不年轻了，28岁了。我现在脖子酸。啊，35岁还能拍出这么天真无邪的 Vlog 吗？可以啊。可以的，我们进来会给我们一个帽子，是这样这样。然后后面锁，他应该可以感应玩游戏累积分数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刘海的妹子对乐园不算，对啊，很友善，很不友善，对，很不友善。刚我们整个活动都不可以拍，然后蛮好玩的，就是那种射击累积分数看谁赢那种，真的蛮好体验的，可以过来玩这个。我们现在要玩的是这个 Yoshi Adventure， 不知道好玩吗？这里的偏可爱风，好 Q。我们出来咯，是蛮冤屈的，如果拍两个小时。对啊，我觉得很幸福。就好，好哇，好不要你，哎，这里后面他们，你刚好都够小，年纪要够可爱，我们年纪不可爱，海莉哦。
来自己左边。然后我要买的是呢，有那个蘑菇头的饮料，蘑菇头要额外加2700，超可爱。OK。哇，好可爱哦 ！Thank you。哇，你们看书上买了什么？蘑菇水瓶。可以喝饮料哦，很爽哦，要补色补色，要拍照咯，漂亮吗？ Beautiful。 还好吧，还好哦，就去死去死。 sorry 你看到没有，老公的威严就在这里。 sorry 再来，站到我，我转凳，他没凳好吗？他好温柔的眼神啊，怕了吧。走吧， Let's go，对，还有一个，如果有刘海的妹子，记得要带那个喷雾，超好用。我们选择来这二楼这里拍，这边最美。看我们身后，超多人。大家推荐这时间来，大概5:15的时候，真的很好看。就是那个阳光，现在完全就是夕阳下山那种。你看，所以你照到的照片哦，它不会那种它一边亮一边暗啊，然后这个就很好看。而且我是跟手表，因为我的手表有写大概几点会下山，所以我们就大概抓一下时间，哎，刚刚好，美美的，好好看哦，都是我那个头套加分，就是你看晒阳光超好看，你要戴头套的片，就是你们两个戴头套跟我。哇，如果冬天的话更好，超可爱的。耶、yeah, ，我们在这边拍完了，超好拍，超绝。我们应该有拍40分钟。对，你看，那边全部是人，可是我们这里没人的。没有人想要，想要坐边边的。我们现在离开了，马里奥世界再见。我们出去了就不能再进来了。这个影片好像你看，那猪鼻子。可以，这很客气。对，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披萨店来吃晚餐，这样子刚刚经过是真的蛮香的。然后呢，刚刚 announce 好6点就会有僵尸出来了，因为现在是 Halloween night。然后不知道他们长怎样的。等下蔡长勇吃完晚餐过后，就会去看 One Piece 的一个秀，然后我们两个就要自力更生。这时候有帅哥的话，就好好哦。吃什么？等一下，你好突然哦！你讲你到底跟他？他叫我啊！因为 WhatsApp 我传菜。对，蔡长勇在那。刚刚有一点鸣笛声，就是感觉是僵尸出没的那种声音。可以了，开始录了，录了，录了 ，Action Action。好累哦，你不能三个人分又饿又。好，你可以可以快拿下来。好好好，很好很好很好。好累哦。啊，超高兴。谢谢谢谢。我们叫了 teriyaki chicken 的披萨，你看着就很好吃。对，闻到超好闻。吃晚餐，开吃。你看哪一个？你看哪个？雪碧啊，不是雪碧，我也可以啊。那你选，我这无所谓，你自己挑，马上喝就好喝。你喝一个呢，不喜欢的我都可以。不行。要没那么多钱。我有录到，我有录到。超级好，那这话超级无语。不要想我了，去看秀了，赶紧滚吧，能滚滚，能快滚就快滚，那边有帅哥了，快滚！对，因为那个男的就看到他在那边，快快滚啊，快滚啊！现在我跟佩玉两个人呢，打算去找一下僵尸。各位，我们前面有小丑。
鬼了，这不懂是什么风格的。嗯，我不想要这个称号。常勇的老婆之一。我们今天睡超好，我们应该睡了至少有10个吧，10个小时，至少10个。对，昨天超累，一下子睡着了，想要玩手机玩不到，超级累的那种，我连修图都修不完就睡着了。对 ，Let's go。我们现在呢要去吃一个我们本来第一天要去吃的面，可以说的介绍的，然后我们看评论。小鹿介绍的，真的是他大门必吃，超看一下大门必吃。超级多人分享，然后因为昨天我们真的是太累了，所以我们今天休息很够很够才打算出门。然后今天的行程比较 chill 一点，就是可能逛个街买个东西，比较以这种方向为主啦。因为真的是兴奋到受不了。然后呢，我们家附近呢，真的是走出来不到几步，有一个这个也是超著名的，这好像是什么寿喜锅，每一次看到都是排队哦。他已经排队很多天了，是不是明天该吃一吃？你就该吃一下。讲一次。很会运动的女人。可以，对我可以见一下。对啊，很会运动的女人，很漂亮。你身材很好，你屁股都没有内裤痕。哎，你没有像嘉文这样屁股内裤痕呢？没有卡缝。今天呢，就嘉文有卡缝，然后屁股有内裤痕。今天我的穿搭是 Lady 的衣服跟她的。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品牌。哇，你看修身性感。要看吗？运动风。我很少穿这种哎。对啊，没屁股的穿的有屁股的。真的假的？真的、啊，你问佩玉。跟没胸部的有怎么样吗？你们一直攻击我，就是这一间面，哇，一来就有排队。我看起来不是我喜欢的，可是我看到每个人称赞。我看我心想，这三小妹看起来就很难吃，但是现在排队。真的，你要说看起来很难吃。那它卖相我觉得不是很好，它就好像就是那种很奶油面那种感觉。这因为我们想说大推，我就想吃。19号要多少人啊？3位而已啊，还好啊。没有，我们是3位排吃。那要吃什么？那就想去大推，看到全部人都说那种留言哦，他推荐了，下面都说下次来还要吃，不是对，今天吃过好吃，嗯，去吃的好吃，对，怎么可以那么假？不是文章多哎，不好吃是咖啡。我们以为我们上来已经算可以吃了，结果还要排队。我们已经点完餐，上来还要再排一轮，好酷啊！饿死了都。就是要夹面条放汤然后直接吃。真赞！哎，幸好没有放老师，差点想要打配音。但是会腻的，对。但是你觉得吃几口？我觉得叫正常量，不要叫大量。对，哦，正常量也好，吃不完，就是久吃一次。我觉得值得来这间店，它在幸灾桥隔壁两条。但是我真的觉得肉那些可以不用点。完全不用点，就是它肉没有很好吃，它真的是偏硬。它来的食物全部是冷的，对。你放面都已经不够放了，然后还变冷，还要吃冷肉。推推一次都热很好吃。对，为什么不做一次都热热的？他们就是要给肉全部加下去酱，你会觉得很咸啊。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它一开始来的那个酱嘛，原本来就没很热。有辣，有辣，会冒烟的。对呗，他自己拿都很想吃。那冷却的太快了吧。因为我们面是冰的，对。我们现在去购物，消费，我也想消费一下。这个什么地方 ？Big Camaro， 超好笑了，因为没有现钱，然后就没有得吃。那时候排队排了几分钟，他跟我说。然后现在他饱的要死。那我们还是要吃。然后他，你刚刚讲什么一次？超靠北。他看到那个，他心想吃不吃？我说拿着舔完。他们如愿以偿了。哎，帮我们两个拍个照一下。但我觉得要等他走哎，因为真的蛮好看的这里。好，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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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很日本的店，打算来拍一下照。再多照一张吗？好，好，再照一张。好，三、二。谢谢，谢谢。太阳打招呼一下，看不到，大个一点。啊，好特别哦，那荧幕。可以实时照，他出来了，我们再回去了。在这里，各位，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很著名的那个跑步冷。虽然拍过了，但是来到了再拍一下。
刚又来应该没有录你买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是不是对各位很漂亮哦我们刚刚在这间就是金寨桥这边会经过的店买的宠物的东西顺便拍到我拍给你们看很可爱宠物的东西就是而且它是正版的就是可以买了一个尿布这是贝贝的它包尿布的然后这个熊 Tim 给牛牛的这是牛牛然后我刚才一进去看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这东西只是50多块马币啊火火玩具啊是正版的 Disney 因为如果有养宠物哦你只要买一个玩具也是差不多40-50块给大家看一下牛牛会养的时候会怎样姐姐看着我而且他衣服没有非常大的 size 所以贝贝没有办法穿主要是贝贝贝贝呢他定在某个角落坐着我想逛 Amos 耶逛啊但你不要说大家刚刚你买了一个中古的 LV 好好看给你们看一下啦真的很好看而且扣了税超便宜本来2000这边扣税18000可是虽然说它很小可是它就是只能装小小的东西没有 它可以当吊饰真的很好看本来2000变1800扣200块对差不多马币1800就可以得到它而且重点是什么它是 denim 的而且非常新真的是很新很可爱你看很可爱可爱而且很新很新很新看起来像没用过一样对还行哦秀秀的新的味道你知道吗嗯真的那我新的包味道现在啊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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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现在呢要去搭那个摩天轮看看到吗如果是有那个日落就好了它是椭圆形的吗摩天轮吵死了它是椭圆的耶哇我爱它是来这边椭圆你好吵你也不要乱接吗我不想拍而且这个摩天轮是 Donkey Donkey 里面的哟唱一下 Donkey 歌当当当 Donkey 当当当你好厉害哦你记得耶 Welcome to Donkey Donkey 的歌啊当当当 Donkey 当当 Donkey 你刚唱的歌就被乌鸦笑我们现在到了当当当 Donkey 好了好了去搭摩天轮要上三楼哎关了 Best well It's closed for today Tomorrow But When open 我们是多蹲着跟他讲话的October 11 Open OK OK thank you 啥关了啥意思就是他在维修着我操这里写7点半关没是10月11号才开会里面做功课白痴我是随便开太新No, open. 我们在 Donkey Donkey 已经消费完毕了然后这次买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只是一些酸痛贴而已因为酸痛贴真的蛮好买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对真的是因为年纪大这里痛那里痛以往真的会买好多种类的东西哦年轻我从来没有买过但是我没听过我爸讲的还是他不敢讲现在真的年纪大了就只是真的是买冲酸痛贴也没什么好介绍给你们我们现在来吃晚餐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吃的晚餐是自助餐5000元日币一个人然后吃到饱所以我就换了一条裤子然后这裤子超松了我就把它当作腰带太阳超饿了这个地方不像一个自助餐会有的样子这叫什么 Robo Yaki Isabi 然后他讲的英国楼下楼下可以上去可以上去啊可以吗这上去啊哎靠阳大家走下去什么鬼啊我们迷路了哈哎是啊哦去外面怎么吃一个晚餐吃的那么艰难这么大个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很大个你看其他餐厅啊怎么会这么小个走吧哇这个真的超级无敌看起来就巨好吃我们还要求坐霸的位置好喜欢这种感觉超窄了对没有后悔坐我的位置更窄没有后悔了脚是进不去的我的卡在这边边哦先跟他讲有那种跟别人一起吃饭的堂食的概念那我的位置不是很美是跟他 order 的没有我们吃到饱了我知道啊就是跟他讲我们要吃什么我们第一道刺身来喽大家刺身惊不惊艳
很厉害呀、啊。嗯。这么厉害的。我点了一个叫烤炸玉米。哦，对。Thank you。它更好吃。想给你们看它是怎么送菜的，它送菜就直接端在你的面前，它会这样端过来。哇，绝了，高弹，这么厉害。嗯，鸡腿肉超好吃。哇，我们的烤三贝来咯，沾一点酱。三贝，我要阿贝到这了。谁呀？阿贝，我叫到了苹果醋 whisky。whisky 很薄，但是好喝的，真的蛮推荐的。我们吃饱了，然后呢，觉得值得吗？我想一下哦，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太小气的是，但是虾一人只能点一只，因为我们是吃到饱，对，50块马币一个人。然后其他的值得吗？如果爱喝酒是值得啦，对，爱，如果你爱喝酒，然后因为它酒是 free for 了，而且它其他食物也没有特别的，我们点了生鱼片就划算，对，就但氛围感。对，氛围感的话就很适合来 try 一次。其他的就这样呗。好，我们终于出门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吃了那个生鱼片，可能我的肠胃不适应，早上应该拉了有六次吧。我们现在要去跟蔡长勇会合，因为他先出发去买那个 One Piece 的娃娃，我跟佩玉没有兴趣的。啊，自己先去，有点好看，等下再给你们看我今天的穿搭。因为最近台风天，今天下雨了。来，我们今天要去的是蜡笔小新公园，然后我们就看那个天气预报，100%下雨，我们就打退堂鼓了，也没时间去。对，明天也要回了，所以我们今天只逛商场。真的是幸好不是在环球影城下雨呢。Lucky me。我们要来吃鳗鱼饭。其实这里很多很有名的食物，但这家是最少负评。我们进来店里了，我刚刚看到那个客人点的好巨大，吃得完吗？这是怎样都看不到饭了的鳗鱼。先吃鱼。我觉得鱼我们第一家吃的比较好吃，它就偏绵一点。再吃它的饭，我最期待它的饭。哇，饭好干啊！这一家不比我们第一家吃的好吃。那第一家我们有拍吗？快忘记了，没拍是吗？第一天你们都在休息，那太可惜了。我们第一天对那间比较贵，那间应该要一个人100多吗？我等一下分享那个地址在哪里给你们。那家真的好好吃，那家饭太干了，我觉得要加点酱油比较好。嗯，加了酱比较好吃。你淋一点点，然后再搅，它就没那么干了。这蛋是比给我们，不是比给饭的。我怕大家误会。哎，我们的 video 格真的很多元化。嗯，今天只剩苏珊在录了。他们两个休息了，看，没在。开心。我要说我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video 可以拍出不一样的感觉的，因为我们的爱录不录，然后要不要录。我有问我，我说。我要去日本玩，然后他问谁，我说我是佩玉。他说啊，你们三个又要拍影片？我说对呀、啊，我们都可以同时拿起相机拍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就好奇哈，怎么可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剪成同时的时间完全都没有重复，几乎很少，除非重点。嗯，大家可以对比我们的环球影片。不一样。今天的穿搭，我有一点点运动风的感觉。然后呢，刚刚的那个鳗鱼饭觉得还好。就吃多了也会腻，然后呢，现在我们就在这个路夸莫，它的名字有点奇怪，路夸莫，然后逛街，因为外面在下雨嘛，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我们刚刚在商场避雨到现在已经晚上了，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餐，然后，唉。雨下超大，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吃朋友介绍很好吃的章鱼烧，也不是章鱼烧啊，就是那个街边那边的食物。下雨的大半夜，很多雨伞的幸灾桥。
上手举起来，苏生在找我们的晚餐，我们要找昨天看到那个在河边吃东西的地方。佩玉生病了，他快活不下去了。其实我的造型也是因为下雨才做的，我知道今天下雨一定惨不忍睹。下了一直很想吃的章鱼烧，这个章鱼烧其实看起来很好吃。多少钱啊？这是 M size 八粒。哦，你这个是最顶配的嘛？980是没有 mayonnaise 没有什么东西啊，很烫啊。里面熟了没？应该都熟了。是吗？怎么回事？里面水水的。太水了吧？有味道吗？是，你说说嘛。这可能是他们的风格了。哇，那个猫也很爽哎喂！这个天气你这样吃，哇！照样今天。大家看佩玉不见了，因为我送他去餐厅坐着休息啊。我觉得还好哎，不是老师啊，很烫很烫，烫我，真的很烫哦，没有开玩笑哦。我觉得它里面它有点太，很常是章鱼烧或者那一家，好像很普通哎。我觉得那个连锁店的比较吃，这么没有啊？台湾的，没有，没事有连锁店。我自己觉得它有点太水了。水这个接受啊，但是还好，真的好吃。好吧，结束。弄的。结束吃晚餐了。没有啊，是韩国的主。感觉蛮干净，很缓的，没有感觉是那种很干净的渣。你说什么？我隔壁的，对，的确是很干净的渣。在区别人。我再来到一个是什么啊？居酒屋吗？吃晚餐。这前天最出名的大阪烧。大阪烧。病猫猫娘。感觉像很好吃的样子。成大大片的样子，是吗？嗯，那好多菜哦，它蛮像花煎。我们叫了刺身，爱上车。店员自己上菜自己，哇，我的心想。那老板吧，他是我很想吃。不是，我还没有开始拍的时候他就。刺身，他看到他刺身就哇自己。哇。看一下他的，哇不哇？好肥。厉害吗？好好吃啊！太诚实了吧！不可以这样子照人啦，很没礼貌嘞！你看他在看美女，喜欢吗？穿搭是 OK， 但样子还不是我的 type， 有点。不会这样子。帮我消音，刚刚是漂亮。佩佩说，这是他的菜，太奶了。我就很喜欢花美男的人类。太奶了，来各位有长这样的推荐。这里啊，找我撕我撕他撕他，很伤大家。对对对对，其实花美男，我是小贝。还要垫脚，超丢脸！他刚才163，他还要垫脚。对啊，我们大阪之旅、生日补庆之旅到这里结束。虽然也是没有什么补庆啊，就是假借一个名义，想要出来玩一玩，想要去很久没有去过的环球影城看马力哦。然后呢，影片的结尾有东西要送给大家哟。我有吃的不是后面那个，不好胖。结尾呢，就是教你们分享影片留言，留言什么呢？书生好漂亮。OK， 书生好漂亮，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奖章。我会送出四位哦，一样的四位。在中之家嘛，书生的头套。他没有帮我弄。放着，干。好恶哦。不要戴，你头很臭。发疯，来，喂，叫傅爷来来，我每次都这样。Yeah, wish me belated birthday.